郭俊麟这是他本季第12场的先发出赛，前面3胜5败的战绩。跑到红中就被李凯威敲出了今年赛季个人的第100支安打，也是连续4个球季，他都能让安打数来到3位数。这球最后是插棒被捕的3振出局。好了，不过还是李凯威的脚先一步来到了二垒上。但是我们前面讲到了郭俊今年在得点圈，他会瞬间变成了垒包精算师，来了变速球，这是他招牌的球种，过去也曾经从郭俊麟手中开轰的记录。第一球在左半边，潘杰凯接到之后多垫了一步往一垒传，顺利的抓到了一局下第3个出局数。郭俊麟不愧是垒包精算师，得点圈的危机他顺利化解。